行了，臭丫头，你总算是醒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把你找回来？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怎么会受伤的？ 爷爷，荣景呢？警世子是不是被打入天牢了？你要去哪儿？爷爷，叛变的人不是荣景，是叶天意。他为了杀人灭口，将我推下悬崖。我必须进宫去跟皇上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不行，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千月，三殿下如此心狠手辣。 他要知道你还活着，岂不是又要对你暗下毒手？所以你会帝都的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你懂吗？可我要是不去的话，荣景他怎么办？秦世子他，据说是慕容家的余孽，这次圣上肯定要治他的罪，你是拦不住的。他是慕容家的人又如何？犯罪的又不是他。 难道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当替罪羊吗？千月，你没明白，即便叛变的人是三殿下，靖世子也难独善其身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出这个家门半步。是非不辩，明哲保身，这可不是我们云家的祖训。千月，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，让我如何对得起你的爹娘？你要让爷爷的心。 陛下，此物乃密探，从慕容将军府中搜查所得。慕容将军暗中勾结齐国旧部，还私藏齐国玉玺，由此可见，此人的谋逆之心呢？陛下，慕容将军从始祖皇帝起就归顺天圣，为人稳重守诺，怎么会是奸猾之辈？能背叛旧主之人。 何谈人品可言呢？若是为了救主，能够忍辱负重，可见此人城府极深，也不可委以重任呢、啊，陛下。那单凭一件军服就怀疑他人有异心，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？陛下，您有所不知，当年。 齐国灭亡之事，襁褓中的齐国太子无端失踪。据闻，这就是慕容将军投靠天圣的原因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帮助其幼主复国。所以，他一开始就藏有祸心呢，陛下。好，即便真的如此，也应该查明真相。 请皇上定夺才是，也不能三言两语就定他人生死吧。云老王爷所言极是，姿势体大，此事就交由云老王爷去办，要细细的查，更要暗查。退下吧。遵旨，遵旨。 小姐，吃点东西吧。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救他。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小姐，我也想啊，可是现在整个云王府被几十个家丁守着死死的，您这次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了。难道我就只能像块木头一样待在这里，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你竟如此在意他？彩礼，你出去等我。嗯。
哥，我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任何事情？这次就算是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出去，我必须要去救他，我不能这样坐视不理。你如此担心他紧张的，建月，你跟我不是傻子，你是不是真喜欢上那臭小子了？跟这个没关系，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他做的，我不能看着他平白受冤。 哥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不能看着他这样受苦却不理呀！好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就算我瞒着爷爷把你放出去了，那你下一步该怎么做？竟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 事情都处理完了吗？嗯，你放心，浅月吉人天相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倒是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去书房了。哎，青然，现在起我是你的未婚妻子了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与你一起承担，与你一起。谢谢你，叶谦。 你不是要替慕容家平反吗？见到了朕，说吧。既然皇上认定了我是叛乱主谋，您又何必亲驾来巡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招，还不跟朕说实话？皇上知道的。 我本来就不是叛乱之人，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费力辩解？朕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啊！没想到，朕是养虎为患，皇上看中的，只不过是荣王府背后的财富罢了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原来竟然是你，殿下，您找到了吗？ 叶青然，丫头，你去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担心死我了！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想拜托你，带我进宫见皇上。为什么？你们抓错人了，真正谋反的人是叶天意，不是荣景。三哥，我和荣景发现了他私藏的粮草和军队，就在白头峰的山洞里。我还和他当面对质过。 你们那天赶到凤凰关的时候，在城楼上，他就是挟持了我，威胁荣景。
还把罪名嫁祸在他头上，我必须要找皇上说清楚。丫头，这件事情还是我去找父皇说吧，你等我消息便是。也好，不过还有件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我想进天牢，见荣景一面。不行，擅入天牢，私见囚犯是大罪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 普通人当然无法随意进入天牢，可是你是四皇子殿下呀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小丫头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任何人也不能插手。就算我帮你见到了他，他罪名未清，你又能如何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也不能看着他平白受冤。 青然，如今能帮我的只有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你就是吃定了，我永远都不会拒绝你。 四殿下。 退下吧。是。我在外面替你守着，你去找他吧。 你儿子，你哭了。谁哭了？我只是在看一个不懂自救的傻瓜。你是最好接近之人，他们却把你关在这肮脏阴冷的地方。 如此肮脏之地，不是君主该来的，还是离开吧。你到现在还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吗？我只是不愿让你见到我如此狼狈的一面。在我心里。 你永远都是最高贵的，你不狼狈，狼狈的是那些诬陷你、构陷你的人。我知道，起兵谋反的人根本就不是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。就算在凤凰关起兵谋反的不是我，我这次怕也难以幸免。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 浪不浪费时间，由我说了算。你的前半生，我不曾参与，也不曾了解。但你的后半生，不论生死归期，不论身份几何，我都来定你了。 傻姑娘。
杀就杀，反正这辈子你不要再想赶我走了，我拉定你了。你不要再想把我轰走，别想让我离开你。父皇，你身体如何了？是否找御医瞧过了？四殿下不必担心，御医说了，皇上是忧思过度，郁结于心，调养几日就好了。眼下多事之秋，还望父皇保重龙体，儿臣愿为父皇分忧。长大了，朕甚感欣慰。这次押送叛贼一事办得不错。有话讲。父皇，荣景为齐国叛乱，其中疑点重重。他若苦心经营叛乱，为何要在天圣招兵买马，用天圣势力行反叛之事？这样暴露的危险更甚。儿臣恳请父皇重启荣景一案，查明真相。那你告诉朕，你三哥和荣景，朕该罚谁？事情必须要有个了结，你三哥，朕另有处置。父皇，四殿下，夜已深了，皇上要休息了，您先回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吴虞啊，皇上，朕这件事是不是办错了？皇上做的事情从没错过。陛下此次病重，定是因凤凰关叛乱一事怒急攻心所起啊。是啊，这谁能知道素受陛下器重的景世子竟与敌叛勾结呢？非也，景世子是否为逆犯尚未定断呀。听说四殿下已经受刑部重审此案了。皇上的龙体已然好转，诸位大人的心意皇上已经知道了，就不用在此跪守着了。皇上万福。皇上万福。爹，慢点，先走一步啊。爹啊，四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重启逆案，难道是要为荣景发案不成？四殿下人善，却唯独在女人面前耳根子软，冤家世代功勋，没想到这一代却出了个红颜祸水啊。云浅玉，我就知道是他暗中捣的鬼。好在刑部我们还有些根基，四殿下虽然力主重查此案，但只要刑部无人作为，四殿下就无能为力。等拖过一些时日，
荣锦自会以逆犯身份被处以极刑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着急，还是等等看吧。啊，不知秦督官专程来我这儿，所谓何事？三殿下，抛开其他的不说，你我二人毕竟还有皇上亲赐的婚约在身。三殿下这么跟我说话，未免有些生疏了吧？原来皇妃此行是为了增加感情。别闹，我为何事而来你还不清楚吗？若是荣景谋逆案重审的话，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只不过是些小麻烦，只要派个人潜入大牢，神不知鬼不觉提前为我天圣处死一个逆贼，也不是难事。殿下打算何时动手？后天四弟大婚之日便是最佳时机。好，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把伤养好。你是怕父皇责罚我牵连了你，还是真的关心我？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给我好好活着。为什么跟踪我？当然是为了景世子。我既然已经跟你到这儿，就不必有所隐瞒。我是齐国墨阁的阁主，化名柳茵茵，藏身青楼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。墨阁是什么？这你不必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的目标一致，就是把景世子救出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郡主对我心怀误会，我也确实对你心存芥蒂，所以在凤凰关之时才会反复提醒他要远离云王府的人，可他就是不听。若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有牢狱之灾。什么意思？我看我们还是先想想办法吧。从皇帝眼皮底下救人，光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。我们有勇士，有谋略，只是没有内应。郡主果然一点就通。好，说说你的办法吧。四殿下大婚之时便是最好的时机。阿乌，我感觉我自己像在做梦一样，
你说，我真的要成为清染的妻子了吗？当然了，公主。父皇，母后，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李成，今日四殿下大婚，祝四殿下能够为皇室早日开枝散叶。臣恭贺皇上。朕就托诸位爱卿之吉言了。清染大婚便是大人了。臣妾同皇上身在高位，为人父母之心却与寻常人家一样，自然是心中欢喜。众位爱卿，朕今晚要与你们多饮几杯。谢皇上。这都要死的人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来吃饭。没死也活不长了。这几天宫里不是都在忙四殿下大婚的事儿吗？等今儿忙完，我看那个楚展的旨意也快下来了。你说这些王公贵族啊，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这一招失势，连命都保不住。还真不如咱俩。你看，有酒有肉，逍遥快活。吃你的吧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小心掉脑袋。哎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。慢着，什么人？杰克已在城外备好马车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注意安全。走，走。
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只有三哥还陪着我喝酒。谢谢三哥。四弟大喜，我这个做兄长的，岂有不亲自前来道贺之礼？三哥，你的伤势如何啊？小伤何足挂齿。恭喜四弟得米佳偶，这一杯还祝四弟与弟妹永结同好，百年偕老。哎，三哥，你可不能走，今天晚上我们可得喝到天亮，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。哎，四弟，你醉了。我怎么可能会醉呢？没醉，还能喝。来，三哥也敬你一杯。和弟妹，百年好合。如此深夜，景世子匆匆赶路，是要去往何处啊？三殿下等了这么久，在下岂有不来赴约的道理？想靠叶清染拖住我？哼，倒是景世子，你此时该待的地方是宫中大牢吧？你私自逃狱，按罪当诛。谋逆之事的真相你知我知，恐怕三殿下心中更加清楚的是，陛下所隶属的太子从来都不是你吧？无稽之谈，殿下只知一味掠夺，恐怕难得偿此愿。天下如此，感情亦是，若不曾争取，又怎知我不行？殿下，玉儿，叶天意，你身中的这支箭涂满了剧毒，一个时辰之内若拿不到解药，就会毒发身亡。你为了他，居然要杀我？三殿下杀我的时候，不也没有动过恻隐之心吗？现在解药就在我手上，我奉劝你，还是早点回去养伤，否则命丧于此，之前的苦心筹谋就都付之东流了。去，放他们走。殿下，我说放行。是，你们先走。青云，相信我。殿下，要不要追？
派一队人马去跟着他们。是。殿下。公主，阿吴，居然他还在宴客吗？宾客都已经散尽，四殿下还在和三殿下喝酒呢。没关系，我等他。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四周又没什么可以落脚之处，而且实在是离帝都太近了，万一追兵追上来，我们恐怕很难逃生。洛瑶姑娘，这儿毕竟是佛堂，皇上一向敬佛，虽然被废弃很久了，但他们应该也不会贸然进来搜查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。荣峰呢？估计很快就到了，上官他们已经去接了。我们先在此暂时安顿下来吧，大家也都需要休整一番，过几日再说。浅月，倒是你。我都要跟你亡命天涯了，你还要赶我走？我是无路可选，但你可以。我也选好了。你若跟了我，今后便真的要过逃亡的日子了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愿意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受苦。我自己要走的路，我自己选，你不能帮我做决定。哥，凤凰关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今后会慢慢告诉你的。大家今天也都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父皇，儿臣知错，是儿臣一意孤行，要罚便罚儿臣吧。何错之有啊？儿臣既然做了，就没想着瞒着父皇。荣姐是儿臣放的，荣姐虽然有错，但到底没有反心，否则以荣王府的家产培育千军万马也不是难事，为什么要在凤凰关以乌合之众滥竽充数？父皇的意思儿臣也明白，荣府也抄了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毕竟老荣王也是一代功臣。皇，朕打你不是因为你冲撞朕，是你实在让朕太过失望，朕要让你长记性。朕一心为你谋划一切，而你却不顾国家重任，一味徇私，
你说朕是为了荣家那点家产？哼，朕是为了要替你去除暗中掣肘之人。你可知他真实身份是什么？可你为了你那点可怜的慈悲，极有可能会葬送我们义士江山。若荣景日后有反心，儿臣必不会心软。他是必反，你这是放虎归山。武鱼在，带四皇子去领武士大板，派人看好他，软禁府中，除去一切职务。领旨，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啊！